警方是连环杀人魔的帮凶。华军力局在本次金钟五期获得8项提名，成绩亮眼。入围男主角的朱轩阳因交商审议3个月，外界却疯传他要退出演艺圈的消息。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，我最近其实只是在休息而已，只是在锻炼，还有跟半月板。目前的状况大概还要一阵子，经纪人现在还没有签，然后他现在怎么联络你？朱轩阳不在这里吗？他其实不会想要让人家。他不希望就是麻烦到别人，他就是说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报喜不报忧的类型的了。我不是凶手，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。有没有觉得仔仔没有入围很可惜？我其实没有想到那些，但是我一入围他就马上恭喜我，蛮感谢他，就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。可以找出凶器，但是我们阻止不了驱动人犯罪的推手。原在新加坡，李明顺也透过视讯向台湾的粉丝们问好哦。Hello， 你今年会来参加金钟奖吗？不用隔壁就会来，因为我的太太她会开工，所以我必须得留在新加坡照顾我的儿子。这次好像应该不用，就是我应该可以来。那这次有没有什么比较准备的幸运物？都没有啊。如果准备什么幸运物的话，就是等于是给自己压力啊，干嘛要这样子呢？我都是顺其自然吧，一切随缘。对，应该就带家人跟朋友，我觉得这样应该就蛮强大的。你们两个应该会很兴奋，很兴奋啊，很兴奋。讨厌是第一次吗？第一次啊，第一次就献给你们了。啊，虽然是第二次了吧？我第二次，对。不要太常入围，不然会影响你的感觉。哈哈哈哈哈！有感觉，有感觉。那草原，你是不是有请那个三太子的那个打造30000的纯金金牌？真的。哦，因为我今年有请到三太子的副炉主，我之前有请到妈祖，然后有打金牌给他。真的、哦。今年就是要做一些有含金量的东西啦。我想说，反正也要打，那不就成为幸运小物，自己手工去打一个金牌在身上。对啊，就到时候挂身上了，应该这么大张吧？大吗？没有，因为它是薄的、啊，打到压到最平了、啊。帮那个明顺哥跟轩阳一起打吗？有需要吗？我们当天靠近他就可以了。我帮你们各打一个啊，好。这一次在金钟奖三位的战袍啊。我还没准备，制作中吧。不会有人想看我穿什么啦，所以我比较想看你、啊。我超想看你穿什么的。那因为人家选都是选武帅嘛，有没有低丑这个头衔啊？那我来担当就好了。啊，伤害我来谈啊。这个都先机嘛，草爷。三个人因为拍戏拍出好交情，问到印象最深刻的戏，朱轩阳和草爷的回答也有致一通，果然是好兄弟呀、啊。队长，我们把该抓到的人都抓进去了。我在想，怎样才是一个好警察？我不知道。那场是好像真的就是跟已故之人在讲话的感觉。我们也知道你喜欢喝酒，嗯，然后就放那个酒，然后还放了3-5的香烟给你，然后还有那个点烟嘛，那个草爷就点烟，然后我们也放在上面。哎、欸，那个时候感觉很有港片的感觉。我有哭哎，我看到那场我哭哎。哭什么？你已经睡好睡满了，你还哭什么？